悠悠欢迎来到频道。今天是2022年的母亲节，然后我们现在回到老家。Hello， 大家好。我们现在来送母亲节礼物，超巨大。哎，这不是业配哦，超巨大的。然后这是那个按摩品牌，在那个百货啊或什么地方都可以看得到。然后这是我跟我哥一起送的。啊，哇，还有遥控器耶！哇，怎么那么巨大 ？Surprise， 好大。枕头。很挺哦，很重。就是如果家里没有那个很大的空间可以放按摩椅的话，就用这个。很重，没事，交给我就可以了。哦，很高级耶，是在某某买的，对吧？两个礼拜前就到了，我今天没回来。我怎么都不知道你有买这个东西。我是不是弄反？没有啊，反了，反过来，应该这是坐垫才对啊，这样子嘿。那因为按摩肩膀嘛，对不对？哦。哇。哦，对啦。后面可以绑住。它后面还有一个这个可以绑在那个椅子上的啦，上妈咪。那那个垫子是这样？靠这样。那是头垫。哦。哇。我来塞一个。插电吗？他这边还用这样子的钥匙。哦，椅背很软。Apple 的概念。咔嚓，什么意思？往后坐。穿过来，穿过来，穿过去，再穿过去。对，这样放就哦，椅垫。然后它这边有一个段数，就是可以这样子。哦，压底下就可以再回来。OK， 厉害厉害。好。怎么样？哦，这个比较舒服，很像真人在按，对，有没有像真人按的，这个比较舒服，是不是像真的？对，这个非常的好。好，哦，开始咯，有手锤的跟那个，先体验看看。哇，哦，好舒服哎，太好了。真的，第二样 SK2 两个 SK4 SK2 青春露230ml 大罐 SK2 就是你年轻的时候用，用的你就又健康又美丽，对，用之后你就会想要去用别的牌子，然后最后你还是用回 SK2， 就是这个概念。为什么？所以直接送 SK2。 OK。OK， 母亲节快乐 ！Very 快乐。这个呢，我们先放旁边。然后你以为这样就结束了吗？我们还有，蛋糕耶！母亲节蛋糕，从新店买回来的。这个上次有买过，蛮好吃的。好，母亲节快乐耶 ！Very happy，Very happy。OK， 母亲节的第二代。就是来整理一下我们新买的房子，先空空的来记录一下，到时候应该会变得比较不一样。咖啡店啊，以后这边可以放什么咖啡机啊之类的。对咖啡机酒啊。放什么放酒？带大家上去看吗？我上次来的时候还没有买下来，然后现在已经买下来了，所以就比较可以自由的到处走。好。现在上来看一下，也是空空的，就是前屋主已经清空了啦，所以东西就比上次少很多，像有些床啊什么他们都搬走了，然后这边柜子也是他们当时钉的，应该是花非常多钱去钉这些柜子，感觉不错。厨房昨天洗干净，然后那个抽油烟机跟那个琉璃台，哇，这换新的啦，换新的，昨天换的，然后昨天洗。母亲节还洗干净、啊？昨天母亲节前一天，小心你的头，你够高的话就好。我不够高，看一下下面。好吧，昨天滑倒，你要小心走。你看这水塔就这么小一个，还蛮干净的，干嘛洗？这水把它有啊，脏脏的，你不觉得有沉淀吗？
哇，天气真好哎、欸。对呀、啊，天气真好，要做事了吗？怎么是这个结论？刷完地板非常累，然后我不知道我们母亲节会不会找来这边清理房子。我还穿了一身华丽的衣服，还是北脸黑标，然后就穿了这个鞋子，真是好累好累。我们还没清完，还有蛮多地方要清的。发现这双鞋子，他说它是防水的嘛，然后一直没有测试过，不过它真的是防水的，所以经过这一次之后，真的有测试到它的防水性能，确实就是。如果那个地板有水啊，或者是有水喷上来一点，它都没有关系，它都是可以挡住的。所以我现在鞋子还是干的，不错。结果这一支影片是业配 Nike。OK， 一秒跳到顶楼，然后我们顶楼呢还有一个水塔，今天也是要把这水塔清干净。哎呦，打开之后，好脏好脏，超脏的，这是什么啊？我们刚刚呢就是把这个水打开，哎、欸，你小心哎、欸。先给大家看一下清洗前，哦，还算蛮脏的。好，你小心。母亲节扫地，来打扫。哎、欸，我辛苦的还是妈咪啊！是啊，还拖那个地板。对啊，还是你们有帮忙，不然妈妈更辛苦了，对不对？现在晚上了，然后来吃母亲节晚餐。我们订了超多披萨，然后还有肯德基。妈咪开心吗？开心，今天非常感动，很开心，非常开心。现在很饿哈。对。很好，今天做事做了一整天啊，很好，很高兴。噔噔噔，哎，母亲节有什么特别的音乐吗？我刚没有。母亲节切蛋糕，这是红叶蛋糕。赞耶！谢谢大家。今天有没有什么母亲节的心得啊？非常高兴，打从心里觉得很高兴，谢谢你们。这么疼妈妈，这么爱妈妈，好，感谢，很帅，母亲节快乐！我们今天就是帮妈妈庆祝母亲节的一日 vlog。如果喜欢影片的话，记得按个喜欢。看到我们今天影片结束，拜拜，拜拜，小铃铛叮叮叮。